家好，我是郎祖云，分享出款客家心思，大家听下来关心客家的事。我相信大家全部有一个共用的经验，就是结婚的时节有如果产嘞，产宝宝，哇，肥肥胖胖的好可爱，对不对？然后其实对小朋友来说呢，养产宝宝可以让他们有负责任这样的一个好习惯，而且呢，看着乙产慢慢的变胎，变得按个肥滋滋的蚕宝宝，然后看着它吐丝结茧变成蛾在生蛋，哇，这样的生命不断的在循环，还懂好的怎么样高哟，很好的生命教育。诶，唔知吼，我们的国宝级漫画家刘心清老师啊 ，King 哥给喜欢的时间是不是也有效果蚕的呢？给大家来看一下他的蚕呢，是不是又肥又大？大家好，我是刘兴庆，谢谢谢了，亲产亲好高，也未透析也未了烟，古时候人还有安那产毒透啊进骨，进炉嘞，因为没啥烟亲怪，人还有安那炉骨毒啊进骨，食饱正正好讲骨，个讲卖骨呢，个讲阿哩透白个事情。也就是裸头白的时间，也就是好摸按裸的时间时间的时间啊，很多在后上映的目的啊，我说今天要讲什么呢？讲你去看你这样图养蚕就越差摸了啊。我发现你这样图我写了一首打油诗，是这样写的啊，春蚕养得胖嘟嘟，希望早日吐金丝，每天细心来照顾，最好能够变成猪。哎，讲得特白爱谢谢特殊个东西。春天很多啊，蚕母要是发芽咯，该桑葚该食了以后啊，是不是上牙咧？我可以该暖热尿，太些家就会学参谋啊，家家无无，学个做嘛？是搞生气的，哎，蛇窝哦，摸物啊好搞呐，学参谋动生气，该参谋蛇蛇每一只，该上牙该出血些卵呢走出来，就该挤呢。用个墨笔啦、毛笔，安尼锵锵了，然后去拿起来，啊，执个好暖个，要天暖都做唔得咯，个参无入，天暖来参无入去了啊，恶里毒你话个参无恶里毒，故所以啊，我们去试出参无是恶硬时，还是想当当谁相信来照顾，我就直接捏住你的胎。但你是欢欢喜喜熬夜不来用餐么？但你落去玩个个，反正落去撞到枪枪，啊，同学之和同学之间啊，会拿来比赛呢吗？大人学教去，睇起下你要学，莫应莫学啦。你前好系种系教用嘅咩咧？其实你不去学餐嘛，大人教唔成我，你学餐么？其实有责任感的照顾，天呀，小小心的观察，参谋两百人紧抬挑，紧抬挑，去抬挑嘞，新不信为多少转方式嘞，因为土司啊，土司要接近按照盖一爆一爆卷，地主是盖参谋涌在里面，那你喊你那涌按照推几条命。啊，小心地上米啊！哎，你他那西建以后啊，盖了蛹啊，盖什么喷出嘴呢？喷出盖不蛹，盖捡盖东西，还是蛹特嘞？还就是会变嘛个呢？会变鸭个？哦，鹅啦，喊出来讲交配，以后有上卵，上卵就小心照顾。明年有位要参谋去，你教育先哦。我希望哦，
你的传统不给做害。古时候进来小朋友就会打电脑啊，打电动啊，没意思啊。我不去学参谋了，台词让你接拍，你教育成为成功啊！今天是讲了为新木台子噶。春蚕养的胖嘟嘟，希望早日吐金丝，每天细心来照顾，最好能够变成乌。哇，这阿金姑啊，很希望自己养的蚕宝宝能够白白胖胖，就足很用哎哦，真不愧是国宝级的漫画家，他有幽默的想象力，而且呢，他的画面也非常的丰富啊。那讲到了这个人跟人的关系，先不要说人跟蚕喽，人跟人的关系，其实呢，眼分懂神气。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两个人呢、虽然国籍不同，个性不同，住的地方不一样，但是他们都有一样的信念，他们都信靠上帝，同时都乐于服务人群，一起关怀龙眼嘎，一起照顾恩哈嘎的熊情，那就是来自美国的邱福生以及台湾的曾正中这两位牧师。什么样的原因让他们情同手足呢？一起来谈一下给大家故事咯。两千个下猪头在选族族别新美堂的飞堂地位，客家声乐团正辛苦的练习，一日都一遍一遍不断的重复练唱那一首一首客家诗歌，却希望将最强最感动人的歌声献给上帝老太子家。夹插在人群当中，地位有两位男生，看起来像是特别醒目，一头白发，满面和蔼可亲的状态。其他人的近半夜所接受的人物之一，郑真总牧师，在其身后满面太富士的外国人，这人的头近半夜所接受的另一位人物，晓福生牧师，不同的肤色，不同性格的两三人。却因为合掌提起共同的使命，上帝将其两杀那一东一西两位传统人带来了新族，向下为其的了受热爱的客家庄无怨无悔的奉献这个。二十多年前哦，徐牧师与两公婆突然两个声音呢啊都呼吸啊都都融埋，这是当特别的事情啊，啊都。当时我看到外国人，从隔壁看到伊两公婆，唔但想来咧，还非常的欢喜哈，啊，可以条按样按勇敢，按顺服主，按锡客家人，完全唔会讲客，就来到客家庄啊，像安嚟讲哈，来到我哋当中，仲系上帝爱我哋，让万人来做伊嘅上帝，让万人来帮忙伊，好好在台湾，佢可以啊学到客家文化，学个客家话，啊老客家人做朋友，啊我感觉第一拜。啊，读到安样嘅圣教书，实在我心肝要动态嘅冲击哈，动态嘅感动，也动态嘅啊欢喜。曾牧师系我嘅啊好多年嘅好朋友，提住拜佢系提住佢来看我哋哦，来台湾来看我哋哦。之后佢系将我教会嘅传统人，所以在嗰时我开始。陪佢做事情啊，本来是如人文班，佢在旁边做朋友，我哋做朋友，其他嘅我哋会轮流讲道理，然后向下出去探访啊，看嘅忙新家属嘅朋友，来鼓励鼓励。你老怎么是向下？系你真正谈清楚，然后看佢做，你会好。马介事情系下好用来传福音。邱福生牧师，一位来自美国嘅宣教师，金丹最得讲一口流利嘅怀六强客家话，含中的弹奏传统东方嘅中山琴，传唱一朵脱体嘅客家歌谣，那系唔宽佢嘅肤色，老佢嘅样嘅，
单从声音来判断，唔允认为佢根本就系一位标准嘅客家人。那上来爱乡呢？我该个好个个哈，热一个哈，该种东南。当然，我开始爱乡呢，就是 over 当后堂啊，所以就是拜去外国嘅工厂，看到嘅中山琴、转富桥门嘅卖钢琴嘅人，佢讲嘅系中山琴，然后按规模叫400K 啊，结果来嘅时就600K，叫安排成600K，讲600K冇乜嘅钱啊，啊，所以开始我开始把嘅。学界客家歌、粤语歌、哈福音歌、哈唱到熟是天意界歌啊，啊样样学见来见到。哦，我第一摆听老几讲客家曲节，我就惊到哈。哦，我就哟外国人咧，老人会讲客，哦，还只佢讲客讲东江，弹中山琴，中山琴弹到前河。真好听哦，因为前当年就用讲是个个物个工人街啊哈，因为贪嗲因哦要唱客家歌。身为一个外国人来到台湾上高，除了文化的差别、语言的隔阂之外，那是母亲人的支持，也不是十分辛苦的一件事。而小福山牧师最大的通力，除了来自上帝之外，那位一个通力却一路陪伴着他的本娘宋女真师母。我的性格，老几的性格是没有强壮，他真的是懂会讲法，他懂好唱歌，所以我这个感觉是我的之前是我真的爱鼓励他，我看是有两夫妻穷下来的时候，我都要给他帮助，每日本人看到两夫妻的关系好，他每日问是做什么安好，所以你们每日开门做得穿福音。师母老牧师呢，记得是清河的一只搭配，一只爱弦的一只弹中山琴哈，所以聊了用只安样来唱山歌，是动用安样客家味道啊，看到佮也非常的有笑容哈，常常当欢喜来老邱牧师叫他去探访啊，来叫他来服侍，所以看到佮两山一搭一唱啊，也本来就当羡慕有安样恩爱啊，来好安好的公婆啊，安样叫他来服侍上帝啊。光秋季个切条啊，唔会按算算的就会啊。面对不同的对象，小牧师会用不同的方式来关心佮你聊。对基督徒，佮会用祈祷、用读圣经来佮你聊做伴。你面对还唔系基督徒的人，佢会用唱客家诗歌，用喜欢温暖的方式来关心佢哋到。小牧师女女一大批哦，客家哦，嘅庄下哦，非常系，我感觉非常系尊敬佢。今年啲女女啦，讲客家话唱歌哦，唱得非常嘅好啊。做咩讲佢当下呢唱只嘅系朴实样嘅咧，哦，非常系嘅尊敬。所以讲我哋哦。你感觉佢留佢心望佢来吼，不然你客家吼来发扬吼，来唱歌咯吼，来都安心。来讲个客家话，个美国因为讲客家话咧难得嘅系。牧师看平音嘅时节，佢又唱乜嘅诗歌，佢到语言佢话用乜音讲安慰嘅平音，俾佢心情也好。反正你去到哪位，你会当欢喜当喜乐，因为佢系调皮嘅牧师。小牧师最后的佛盘真正做牧师，这一生人埋属于客家庄做微众的传福音工作，他虽然欠亲戚家并无其他的贡献，只是亲身祝贺传统人
应该尽嘅本分而已。但系几十年来，每因无非嘅付出、老奉献，已经是在节目时本太子家奉上嘅客家开路嘅身份。节目时哈，很多第一张名，很多客家奖，所以佢系，因为佢系做呢个呢才。国际上很有名的客家牧师啦，所以全世界所有客家的基督教的聚会呢，相当于是会上到绕墙去参加，所以这牧师对我来讲，他就是一个非常热衷的客家宣教的一个牧师哈。我相信上帝的心当存在客家，因为客家人信主一百三十人差不多两点五十，非常少的。都明系土啊，希望是转嘅事情啊。佢啷系讲嘅就啊，东部区嘅事情，用系啲咧，上帝做乜嘅土癌来到客家庄？因为两道人按按当然唔识通过耶稣，唔知上帝嘅救恩。哎，我感觉一宝贵哦，他一重要，上帝看重按多按多嘅人，特别还有按多客家人，蛮认识住。郑尊重牧师，老邱福山牧师。在客家庄宣告的两条路上，两三人相互扶持，他们都不但真心关心客家庄的同胞，最希望的是最得将最宝贵的福音传播给他们。我是动感情的，他们为他们的同乡没放弃，是我的阿爸阿妹他们是耶稣的，那是动有盼望。上帝的，阿门，感谢来自不同背景的两三人，因为同样的使命，在台湾相识、相交、相识，而结成了好朋友。对客家族群，他们都有点共同的使命。虽然。父亲到台湾已经一百四十六年了，不一百五十年了。仲系在台湾的客家庄，能有完全讲客家话，当有客家媒体用客家文化来表现嘅教会哦，当少特别在都市人咯，我就按想讲，我上啲本来有家十年好好来做客家的工作。来，当欢喜来到呢一位，不过问题在哪一位？上下位看。客家基督徒爱走哦，阿奇罗问题个客家基督徒在台湾长寿，以后看见移民走去撇会啊，阿心当艰苦，因为阿奇罗做马介爱来俩会对爱个家庭都唔好，为了客家人个客家基督徒冇感同，我留在俩会帮助佮客家概念。快来信耶稣！我想年少嘅见来见神数啊，凭住咩？见来就见地基啊，见地基。我想其实台湾二十多年嚟啊，希望廿最后嘅十年，非常二十年难啲啊。为嗱国家多嘅人做国亲嘅朋友，嗱得多嘅两人来做好嘅门徒。希望今天两个人呢，永远合作下去，一次都赚到天价以前，都能够。大家一切同心来传福音，啊，传到永远，是更多的客家同胞能够认识上帝、信靠上帝，有很大的盼望。虽然曾经回信，虽然曾经有过失志，但系对于客家庄两地土地，佢哋都始终怀有亲切嘅使命感，对人非常有神望。但是对于基督徒所坚信的上帝，基督徒永远充满的信心。在客家庄两地广大的土地上，你仍然为困到一两三年，继续起诉传福音，为基督徒所热爱的客家庄继续奉献基督徒全部的心力。来自不同的国家，有着不一样的文化背景，说着不同的话，过着不一样的生活，但是因为上主的爱使得他们相识，而且一起的在为许多人努力传递上帝的福音。他们的传奇仍然在客家宗当中一直不断的流传，也不断的在发生。
现在我们要欣赏的这首曲子就非常的符合这个主题，这是由哈嘎斯摩团由陈建中老师指挥带领的，也是他创作的歌曲《天地有为神》。听到的这首曲子的片段就是天梯有为神，天地有为神这首曲子，耶稣国美黑哈嘎森工团的指挥也是名作曲家我们的陈建中老师所创作的，然后就要抢高兴赏一下嘞。您在创作这一首曲子的背景啊时间到底是什么？老太嘎 Q 哈共一哈。好，我是出生在台湾的客家人，但是我的祖居地是广东蕉岭嘛，那我在差不多20年前就开始有回家乡去看，那也发现在我们家乡很少人信耶稣，所以呢我那时候还住在美国，我就在2004年要回乡探亲的时候呢，我就有感动写一首曲子要给我们家乡的客家教会使用，所以就写了这一首《天地有为神》，也是盼望我们客家人能够了解这个创造宇宙万物的神到底是谁，然后我们可以一起来敬拜侍奉他。而且真的神的力量无所不在，不管您在美国回到家乡，或者现在在台湾，在哪里我们都可以感受到他的圣灵充满，这也是您创作的动机。对，然后再来就是这首曲子它的这个也很特别，在演唱的时候它有一些不一样的变化，是不是也请老师介绍这首歌的词曲以及它演唱的变化？好，这个歌词内容当然是讲到我们所信的神，他是可以安慰我们，我们人生总是有一些不如意的时候，或是有困难的时候，但是我们仰望这个神，神就会帮助我们，带领我们，引导我们。所以呢在我教这个曲子给我们家乡的这些亲人或是教会弟兄姊妹唱的时候，他们都非常非常的喜欢，结果第二年再回去的时候他们全部都会背，就很受欢迎啊。对对那在我教导这个客家声乐团唱这首歌的时候呢，我就采取几个方式，因为这首歌比较短，那我就先用男女对唱的方式，这个方式在传统的客家歌里面也常常出现，是对唱，对对唱，就是、先女的唱，男的唱，然后再众人在一起齐唱，是啊，所以这个样的效果也是非常的好。而且您在尾巴的部分也是又刻意再回到男女对唱的感觉，对，再回到刚才对唱的一男一女来做结束。对，整一个非常的完整。姑苏亚苏国不管走到哪里，在哈嘎总里面呢都非常受到欢迎，您是不是也想把它学起来呢？然后就像他嘎 Q 哈来堂陈建中老师的创作天梯 You Listen。
天下的同乡，只梦书台为成功。爱台山感谢故乡的爱台山感谢故乡的好呀，就是天梯 UVSON 这一首诗歌。董后堂给雄心太嘎没董浩堂嘿，真的哦，我们客家呢有很多传统呀呀哈的故事都令人着迷。不过海北以后的这一些故事哈嘎故事恩用板下嘞，就要靠我们大家慢慢的传送，慢慢的把它写下去咯。感谢你苏坤今本一个客家心思，下礼拜大家听下来，感谢客家的事，再见咯。